请问老法师，我屋企拜紧观世音菩萨，如果皈依之后早晚课只念弥陀，咁会唔会对观世音菩萨唔恭敬？我想这件事情，观音菩萨不会好像一般人那么心量那么窄的。我们不要将观音菩萨看得那么低。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老师，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我们称扬他的老师，拜他的老师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，所以这做不用顾虑。他又问我，念大悲咒一年了，如果皈依之后早晚课以后大悲咒还用不用念？如果我去外地早晚课怎么做？请问拜菩萨使唔使烧金纸？以前呢，我唔识，金纸就一直烧到而家啦。请问法师，我应该点做？佛法嘅修学最重要嘅是专精，所谓一门深入，长时奋斗，功夫先能得力。功课做得多，做杂了呢，只能同佛菩萨结个善缘，这一生成就非常困难。咁你呢个问题，初学人在所难免啊！你应该多听经，能够听过一年两年之后，你呢个问题都解决啦，都能够化解啦。出去旅行，早晚课一样可以唔中断。如果你旅行嘅时候可以带佛像供养，尤其而家佛像嘅卡片好多，面积亦唔大，喺旅馆房间里头亦可以供养。你做早晚课，早晚课做完之后，佛像收翻埋。携带呢就好方便啦。咁拜佛拜菩萨绝对唔好烧金纸，唔好烧呢啲嘢。呢啲嘢係民间拜祭鬼神嘅一种方式，绝对唔好供养佛菩萨。供养佛菩萨，华严经度讲得最多。用咩方法供养呢？如说修行供养。佛理经度点教我哋，我哋就老老实实咁做，呢种系最好嘅供养，依教奉行，所以唔使烧金纸的，甚至连工具都不用添。工具各位知道它是表法的，道场需要，因为它可以提醒大家，个人使不使都无所谓了。通常
屋企度有佛堂，供一杯水，或者烧一支香，香花灯烛供养，一定要知道供养真正的意义。这一位是廖居士，他问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的仔两岁几，今年中被诊断有血癌，目前正在接受化疗，请问师父，除了念经放生食素之外，我们身为父母的还需要做些什么，才能令这个小生命顺顺利利完成治疗？这件事情，父母如果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发愿回乡，确实会有效果的。我们在《地藏经》中看到，仔女为父母发愿，能够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同样的道理，父母为仔女发大誓愿，这种功德亦是无量无边。就算这个细路条命保不住，我们在以前在台北曾经遇过，但是这个细路来到这个世间，时间虽然短促，他到了父母，到他成家人，以前有这样的一只故事，佛家讲公案，我们一般人讲故事，它是真实的。我不记得是哪一年，农历年过年的时候，初一了，正月初一，韩馆长就在除夕夜晚发了一场梦，这个梦呢非常清楚，梦到一个细路女要韩馆长救她，她说她死得好凄惨，细路女啊，不是发梦啊，是打电话，确实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初一大概朝早八点钟，电话响了，韩馆长接电话，听到一个细路女喊住求救，正月初一第一通电话遇到这种事情，管主任心里面好不高兴，是谁在这恶作剧开玩笑，将电话挂低。过了几分钟电话又响了，他的仔去接的，他的仔一听跟韩馆长讲，他说不是啵，是把细路女的声音啵，好像是个十一二岁的细路仔。管长先注意这件事，求帮助，他说他死得很凄凉。这件事情过了之后，
本长就去图书馆。一到图书馆呢，就有一位居士，是一个老同修带埋佢一起嚟嘅，已经喺度等佢啦。馆长问佢咩事啊？佢话我个女车祸死咗，车祸死噶，求超度。我哋台北华藏图书馆嘅规矩，过年期间唔做超度法事。馆长立刻就谂起啦，佢话你个女系咪十一二岁啊？佢话系啊，馆长谂起啦，头先嗰个电话系鬼打嚟嘅，唔系人打嘅。立刻就谂到要帮佢，立刻同佢立牌位。馆长问我，佢点解打电话俾我？我话你系馆长，你有权啊。佢当然唔揾第啲人，揾第啲人冇用，只有揾你。同佢立咗牌位，朝早为佢诵经，超度佢。因为呢件事情呢，佢哋全家都学佛啦。佢系嚟度佢全家嘅。所以呢啲都系过去生中嘅善知识啦。佢系嚟示现嘅。佢系有所为而嚟嘅。佢嘅过世成家都学佛啦。隔离朋友都学佛啦。连嗰个小朋友、老师、同学亦都学佛啦。呢种系佛法里头讲嘅善友啦。哇，严居里头讲嘅善友，一定要发愿回向嚟帮助佢。咁係应该要做㗎。你哋做父母㗎，诚心希望佛菩萨能帮呢个細路顺利渡过难关，俾佢有个生存嘅机会。你哋应该效法佛经上讲嘅发大心。即如以前我哋喺台中修学嘅时候，李老师年纪大啦，睇人睇得多啦，经验好丰富。我哋同学之中有啲命相好薄，咁就唔单止冇福报，而且仲短命添，寿命唔长。李老师遇到呢啲同学呢，都劝佢发心出嚟讲经。讲经弘法喺世法佛法上嚟讲，都系第一等嘅大功德。讲经说法，如果真正发心弘法利生，绝对唔用佢嚟造求名闻利养嘅手段，这个人的命运转得就好快。
确确实实，即如佛门中常讲嘅，有求必应。求富贵得富贵，求长寿得长寿。真正发心去做，唔求，感应亦会自然现前。呢种事情，我哋以前经历得多，系真实嘅，绝对唔系妄语。呢位同修问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。他说我因为家庭生活困难，靠丈夫工资维持生活。他很想去赚钱帮助家用，但是我一旦出去赚钱呢，就会有病。赚的钱呢，啱啱好够睇病。我系喺屋企度精进念佛好，定系出去做嘢好？我揸唔定主意，放喺心度，有时候会好烦。请法师开示。烦恼要将佢放下啦，人。事事在烦恼之中，对身体健康就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你如果想身体健康，一定要常生欢喜心，将烦恼抌低。一定要存好心，我哋提倡嘅四好：讲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。希望你将了凡四分。我哋而家有电视剧，我亦时时劝同修：你一日睇一次，一年唔好断；一日睇一次，一年唔断。你的命运自然就转了。你去学了凡先生，你看看他是怎样全心的，他是怎样生活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就好了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有时很想学会讲经救度众生，但是自己的条件不好，年过半百，记忆亦不是很好，但有一个声音在我打坐的时候会告诉我，世救众生。我自己现在修行有很多毛病偏执，而家连自己都救唔到，点去救众生呢？我亦想度众生，点先能成就自己度众生？呢个问题我亦唔多讲。我头先讲过啦，你去睇《了凡四训》呢两只光盘。而家我哋呢度流通得好多，你真嘅能一日听一次，听上一年，你自己得到，你亦知道点去度众生啦。呢个问题全部都为你解答晒啦。第三个问题，佢话我母亲今年七十几岁，平时冇做过功德，但念佛呢
好精进，咁样能唔能够往生？仲需要啲咩条件助修？能够念佛精进，尤其是系年纪大嘅人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就能成就。呢一位同修有六个问题，佢系用铅笔写嘅，睇起嚟咧比较艰难啲。希望大家以后写字唔好用铅笔写，用铅笔写睇起嚟好艰难嘅。第一个问题，有发现呢一生修念佛法门修得好好，但系临终业障现前，唔俾人嚟助念，呢、这个时候点好呢？只好随佢啦，咁仲有咩办法啦？有，我曾经见过，平时念佛念得好好，临命终时贪生怕死，唔肯俾人助念，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，确实有，但系佢仲系会死嘅。呢种人死咗之后，我哋知道仍然搞六道轮回。呢件事情要喺平时做，临命终时嚟唔切啦。所以念佛人对教理唔可以唔通达，咁好重要噶。换句话讲，对宇宙人生真相，人绝对唔系只有一生嘅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生死系一种自然现象。我哋而家讲嘅自然嘅新陈代谢嘅现象，明了呢个现象，生亦冇咩好高兴嘅，死亦冇咩恐怖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嘅人，我哋都明了，生死就好似换件衫咁，就系咁自在啦，一啲恐怖都冇。舍身受身就同着衫除衫咁，冇差别。因此，我哋希望来生比呢一生生活环境仲好，日子过得仲好，咁你就要懂得断恶修善嘅道理。一个人生活点解会痛苦？点解咁艰难？恶业招感。有啲人一生过得好幸福，过得好快乐，都系善业感召。因多数系过去生中种嘅，过去生中种嘅因啊。佛常讲，欲知前世因，前世我哋做啲乜嘢，今生受者是，我哋呢一生嘅受用系果报，过去生中种嘅系因，呢一生受果报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如果想知道我来世会点样，你就睇下
你呢一生嘅造作，你嘅思想，你嘅言行，我哋呢一生做嘅，呢一生做嘅来生果报现前，真嘅懂得呢啲道理，我哋就要清楚，就算呢一生受尽苦难，知道前生冇做善因，咁唔紧要。而家受啲苦报，而家知道啦。我从今以后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来生殊胜好嘅果报就会现前。如果我哋断恶修善做得好积极、好努力、好认真咁去做，往往呢一生呢，下半世嘅命运就会改变。了凡先生是一个好好嘅例子。佢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听云谷禅师开始，佢觉悟啦，佢明白啦，命确确实实是自己做的，所以佢从事改造命运的修学法，佢真嘅改过嚟啦，佢命里头冇功名。用而家嘅话嚟讲，佢命中冇学位。结果佢考中举人，考中进士。中国过去举人进士系学位嘅名称，进士系最高嘅学位，相当于而家嘅博士。举人相当于硕士。命里头冇功名嘅，佢得到啦，咁系靠呢一生中嘅努力啦。佢修行系着相嘅修行，用功过格，每日做嘅善事恶事都记落低。但是这种方法虽然笨啲，对初学的人特别有效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不是圣人，不可以好高骛远，用功过格嚟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会收到殊胜的效果。如果不用这种方法，学不着相，学不分别，最后没有一个不堕落的。那种办法太高了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。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要知道自己的程度。那种笨方法往往会产生不思议的效果。我们不妨用这种方法修，修个十年二十年，再提升，往上提升，渐渐呢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那种成就就无比而殊胜。但是自己一定
要明了自己的境界是不是真的提升到这个阶层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后果就适得其反。这种道理要懂啊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《地藏经》度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临终都会有无量鬼神来障碍，何况大业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唔好轻视小小罪业能障圣道。又话若有人每日念千声地藏名号，念满一千日，能得鬼神拥护，临终就唔会有障碍。修炼佛法门，为咗临终唔俾鬼障碍，每日亦念地藏名号，每日念千声，念满一千日，可唔可以？系唔系杂修？可以，唔算杂修，呢种算助修，因为你系有期限嘅，一千日每日念一千声，念满一千日，一千日是三年。你在初学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做助修，用念佛为正修，正修是尽成就，在我们一生功夫一日都不可以缺。助修呢用三年，这种方法可以，那不算杂，亦相当专。得，那不念得不得呢？不念亦得。为什么呢？专念阿弥陀佛，鬼神都尊敬阿弥陀佛。专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鬼神不会来骚乱。第三个问题，修净土法门同修，每个星期一次共修，亦做超度、平安、蒙山等形式，算不算是杂修？咁要睇情况。你睇印光大师劝我哋念佛人，每日喺自己嘅功课做完之后，一心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千次。这一千次名号呢，不是为自己念的，将功德回向给这个世间一切众生。求愿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为众生消灾免难，这一千次是替一切众生念的。他们不肯念嘛，我们代他念。那如果问我们代他念会不会有效果呢？同
各位讲，只要我哋心地真情，亦会有效果。尽我哋一点报答众生恩嘅做法，修法。所以印祖教导我哋细心去谂下，都系有道理嘅。第四个问题，日常定嘅功课，外出参加法会打佛七，日常功课就唔能够完成，咁可唔可以？可以嘅。你到呢度念佛堂嚟参加呢度嘅功课，就系你自己嘅功课。我哋出去参学，无论去到任何道场，一定要随顺嗰个道场。如果唔随顺，你就将道场破坏。这个道场是念佛道场，你偏偏在那里打坐，你去参禅，你不是将人家的道场破坏了吗？就算你是个修禅的人，去到念佛堂照样念佛，这才正确的，随喜功德的，那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佛法里头讲得好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，彼此互相赞叹，绝对不要互相破坏。我哋念佛人去到禅宗道场，我哋亦一定喺佢嘅禅堂度打坐，去学习参禅，绝对唔破坏嗰个道场。佢请我哋去讲开示，我哋一定要赞叹宗门。赞叹道场，赞叹领导他们修行的法师，赞叹同学和大众，等他们信心增长，这才对的。绝对不要说而家末法时期参禅冇可能成就，仲系念佛好，呢种话唔好讲。人哋已经参咗好几十年啦，你点可以将人哋嘅道场破坏？唔可以讲噶，呢种系佛门嘅规矩，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噶。所以入到人哋嘅道场，一定要随缘，要随喜。第五个问题，在家中受持菩萨戒之后，可不可以煮鱼肉之类的食物给屋企人吃，得不得呢？可以。如果不可以，你屋企人就会打交了，你成家就不和了。为了成家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你一定要为他服务。为他服务，你要懂得规矩。你在煮那些鱼肉之前，你要为他念佛，念往生咒回向。你这样做是没办法的。以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
在猎人队里头避难15年，日日煮肉俾嗰啲打猎嘅人食。佢唔系个普通出家人，佢系个得道嘅人啊，菩萨啦，仲系要收随喜功德，所以咁样要懂道理。你睇《坛经》度记载，猎人捉到嘅猎物，慧能大师睇到，如果佢受嘅伤好轻唔重，仲可以生得落去嘅，佢就偷偷放佢走。伤得好重，冇可能生噶啦，先煮俾猎人食，一定要懂得诵经念佛，为佢回向，为佢受三归，为佢念佛回向俾佢。第六个问题。平时受三皈依，唔受五戒，只要能按五戒十善修持，可唔可以？有人话唔受唔得，咁系人讲嘅，唔系佛讲嘅。可以，你如果真正依十善五戒去修行，你系真嘅受戒啦。形式上受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正去做你是真受了。我往年亲近张家大师关于三皈受戒，老师跟我讲得很多，他告诉我，佛家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最早是听张家大师讲的，以后没有听人讲过。前年来这里，我头一次跟纳丹总统见面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总统，我哋一起吃饭，他就话俾我听，他对所有宗教最尊敬的是佛教。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当时听到呆了，这句话早年我听张家大师讲的，他能讲得出来，内行啊，不是外行人啊。你睇下呢几十年之中，我都未听人讲过。确实，佛家重实质，唔重形式。形式系做俾人睇嘅，好似做戏、舞台表演，接引众生嘅，用意喺呢度。自己真正功夫不在形式，在实质度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要明了。这位同修他问一个问题，我在念佛的同时观照这一句佛号，又同时念念不可得，本身无相可得，正不正确，算不算老实？不老实。
点解唔老实呢？老实你就唔会问我啦。你提问题嚟问我，咁就唔老实啦。念佛，老老实实念，唔好夹杂其他功夫喺里面。要知道，只要老实念，观照自然喺里头。如果你将念佛、观照分别得咁清楚，就算夹杂啦。你如果唔分别老实念，观照已经在里面，这才算是真正功夫、啊、功夫真的得力，亦不用去想有相无相。讲老实话，你早已经着了相，你不着有相就着了无相。无相你怎会知道无相呢？可见得你有分别无相、执着无相，你没有离开妄想、分别执着。你将佛经里头那些名相都全部用错了。我们如果想真正成就，绝对不要好高骛远，这才叫老实。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我亦唔会观照，我亦唔会諗到观照乜嘢有相无相，我乜嘢都唔懂，我只知道一日到黑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呢种先叫老实人。呢种人肯定有成就。呢一位同修问一个问题，有关还受生前的问题，是不是要念金刚经？你是不是许过这个愿呢？就算是许过这种愿，现在你已经明了佛法，它是属于迷信，还受生前是迷信。佛法里面没有这种讲法，念金刚经，金刚经的宗旨是教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真相明了之后，要看破放下。金刚经讲的是这些了，不是说念几次金刚经就有功德了，这样没有功德的。但是有好处，咩好处呢？比闹人好嘛。比杂心闲话好啦。你总是念经，念经一定要解义，义解之后要奉行，先有好处。如果只念经，不解其意，不能够将经中的教诲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，那是白念，等于无念。这位同修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我是从中国西安来的居士，请问法师，很多年纪大的
退休老居士，又要忙家务、带细路，仲要自己修行，早晚课念无量寿经，睇你嘅光盘，又要念佛，从早到晚忙嚟忙去，有时难免夜晚劳累。最担心嘅是往生问题，请法师为我哋讲具体修行绝对往生嘅方法。呢啲方法我哋讲得太多啦。在讲席当中时时讲到，大家只要依照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中所讲的去做，你就绝对得生，就没有疑惑。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头，要多听，工作忙无所谓，功夫不会间断。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一面工作，心里头念佛，这样就好了。每日得闲的时候，听下经，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亲戚不学佛，我为他念无量寿经，又经常跟他讲极乐世界，这个亲戚梦见看到极乐世界，又见我着白色的袍，大概是着了很庄严的衫，往极乐世界去。他大声叫我的名字，护法神说，你再干扰他，就将你打入地狱，可不可能呢？他发这场梦啊，他还是跟佛有缘。你可以将这个梦境劝他学佛，这个是好的机会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我有一个外孙女，几个月我就抱住他看你的录影带，听佛号，所以他从几个月就会拜佛爷。现在呢，刚刚过了一岁，就会向佛爷叩头。他都认识你了，咁好好啊，他有善根，亦有好的缘分，好好，好难得。今日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